双管。啊、对，各位贵宾，对不起啊，我是肖太太。啊、那我对他的一些做写字啊是比较看得多了哈、啊，所以如果有需要，我就多做一点说明哈、啊。平常我们认识的肖先生就是他会双管哈、啊，那所谓双管就两支笔啊，左手右手这样都拿着笔哈、啊、来写。那我在这现在我们看到的说，他左手右手到底哪一只手在写？左边的笔法还是右边的笔法，不知道，哎，不知道。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，也就是说，他对于两只手运笔功法就特别显得慈悲，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哈，我们希望说，一赶时间有这么一点心，看要不要拿去，拿要拿起来照，拿起来对，整张我们拿到哪里照？这个。这个可以，哎，在前面，在前面的可以，这个前面可以，哦，前面好了，前面好，哎，夫人来过来，我来一起，是，哎，我给你拿，你拿，你来，我给你拿，师傅啊，主管大家看，谁要来加款，好来，夫人靠近，要热闹大家来，哎，好，这样可以吧？